好，早晨啊，各位，系欢迎收睇，早晨啊，早晨啊 ，Leo， 咁啊，欢迎收睇，开始睇真啲啊，嚟到七月二十号啦吓，同我个 friend 讲 Happy Birthday 先。移民咗去英國，我個 friend 哦，係啊，係啊，第一個生日喺英國度過，係啊，早幾日啦嚇 ，Happy Birthday Shelly， 好咁咧就恭喜使用咗添，今日諗住八號風球，係啊，諗住咯，曬，唉，應該可能有機會喎，個風暴好似都幾準啊，今次，同埋雙風。球咁樣可以互相喺度，會唔會互相撞一撞彈開咗？係啦，跟住正正就唔喺香港。係咁就大鑊啦。咁而家就個市都好似係喎，個市係啊，港股同埋呢一個嘅美股咧都互相有個風暴喺度。咁啊，會唔會係彈開咗，定係還是 merge 埋一齊變咗一個巨型嘅風暴咧？咁樣真係有啲驚啊嚇！咁啊，其實睇翻昨晚個道指就其實一擘大眼應該都知㗎啦嚇，見到個道指咧收市急射咗成700多點啦嚇，咁咧就係一度係冧咗成900多點嘅，咁就係創今年以嚟咧係最大嘅冧市㗎啦嚇，咁啊臨尾收市嘅跌幅雖然收窄咗，但係咧仍然要跌700多點啦，咁啊納指就係連續五個交易日回落㗎啦，咁啊咩事事關咩事咧？咁就係話咧。英國在確診激增之下仍然是全面解封，我看到那些人在那些 bar、party 啊這樣，哇，好鬼叫，是啦，幾開心，但另一邊其實個疫情呢是惡化緊的，是啦，那呢就令到呢個呢即係大家都有啲驚，同埋呢尋日我晏晝睇美國嗰邊嘅新聞呢、其實都講其實佢哋咁多個50個州呢全部嘅確診數字呢都係上升嘅，係啦，咁呢其實即係美國嗰邊都係差嘅情況惡化緊嘅。咁所以其實你又走去解封，但係咧佢又即係個疫情其實惡化緊，都唔知係乜嘢概念呢啲。咁夾硬嚟啦，咁變咗好似咁啊，美股就因為咁樣咧就借題發揮啦。咁啊就一度咧係俾一個嘅瘋狂拋售啦，個別股份主要係跌啲咩咧？銀行股啦、能源股啦，同埋航空相關股嘅嚇。咁啊其中咧就如果同細分咧，能源股指數咧係插水式。向下咧係跌咗成3%，咁所以其實今日大家都要留意住，即係能源股嗰個走勢啦。咁啊，納指方面啦，即係睇翻啲 tech 啦 ，tech 股嗰邊咧都要跌咧係1% 嘅。咁就俗稱恐慌指數嘅 VIX 又出動啦嚇，一逢親咧大冧市啊，就關佢事啦。咁啊，恐慌指數咧就一度係爆升咗成35%有多啊，咁去到25.09啦。咁啊，雖然都係屬於一個整體嚟講係屬於唔係一個好高嘅水平，不過因為個升幅突然間咁樣爆咗30%上嚟咧，都 draw 咗大家的眼球啦，咁啊創咗咧係五月以嚟咧嘅高位嘅，咁啊收市嘅升勢咧係就係回順翻啲啦嚇，咁啊就另外見到就係因為咁恐慌嘅情況下掉曬啲股票咧，咁錢去咗邊啦？咁啊錢咧就湧入咗債市嘅，同埋個 yen 嗰度避險。其實今日如果係可以嘅話，揾啲匯市嘅專家同我哋講下先，即係會唔會而家係即係執錢的時機咧，執啲外匯啊咁，咁咧就美國十年期債息咧就係自2月以嚟咧係首次跌穿1厘2啊，咁啊最多係急挫咗11.64个基点，咁啊低見過咧係1厘1739嘅，咁啊另外見到市場個避險情緒都係升温咗啦，咁所以令到個金方面咧都要向下喎，最多係跌咗咧係1%，即係反而錢就唔係湧翻入去，因為其實呢排啲金都算係幾穩。步向上咁樣噶嘛，咁啊亦都有人喺即係金價裏面咧，金市裏面咧係 draw 翻啲錢出嚟咁樣啦，咁咧其實跌完之後咧，咁啊又升翻啲，咁其實最後尾都係1800美元附近嘅水平嘅。咁啊，頭先提到啲能源股跌啦，咁啊油咧就穿咗70美元啦。咁之前仲諗住可以一舉收復80美元關口，之後升唔到咧，
嚇，即係個阻力太大啦，就調翻轉行啦。咁啊，琴晚咧最多係急瀉超過8%啊。每桶嘅紐約期油咧最低係見過65.61美元，咁啊收市咧仍然要跌7%，係報66.42美元，創今年5月28日以嚟嘅收市新低啊。咁啊，布蘭特期油咧就跌咗超過6%，收市咧係報68.62美元嘅，係啦，咁啊就。昨天看到的銀行股呢，其實不單止是美國的，歐洲的銀行股呢都有個拋售的情況的。其實睇翻英法德三大股市咧，都回吐超過2%。咁啊，見到尋晚個夜期都跌200多噶啦，咁所以都即係大家今日都應該要有翻啲心理準備，有機會咧個港股係低開嘅。咁咧就個港股 ADR 月嘅恆指今朝早係低開成305點嘅。咁啊，至於咧即係睇啲 Bitcoin 啦，都好耐冇講啦。咁就下試咗30,000美元嘅關口啊，即係個個都係抽資金啦，咁樣咁啊，尾段咧係急挫3%嘅，咁啊喺日內咧係低見過30,426美元嘅，咁咯，暫時就都係壞消息咯，壞消息咯，係啦，咁香港呢邊啲又有啲乜嘢即係特別嘅股份可以同大家講講啊，盈起啊 ，IPO 啊，雖然都冇乜噶啦，都冇咩啊，同埋恒大係咯，恒大啦，咁啊最壞消息都係啦。是百號風球咯大家出門口就要戴遮啦，咁啊出邊都落雨，落得比較勁嘅。咁啊，如果係話，其實都係依排就講緊啲個叫咩啊？annual 嗰個叫報，即係佢哋報嘅業績啊。哦，係係業績，係係係。英文太好啊！你法文都好，完全唔知自己講咩。係咁啊，一百。三啦，咁啊，之前冧過落嚟即係奧林啦，咁啊都話跟住可以慢慢爬翻上去跟升嘅，咁啊升咗牌啦，咁啊而家掟翻個業績出嚟就話順利增月3倍啊，咁啊直接6月底咧，咁啊中期順利按年增加3倍，咁啊去年咧就係1,300,000葡幣，咁啊今年就差唔多4,000啦，咁其實咧最主要係咩咧？就係個施工合約。咁啊，佢嘅電機工程啊，同埋接其他嗰啲建築工程，咁啊收多咗，咁都係4,000,000左右啫。咁但係之前炒佢個 concept 咧，都係炒嗰個充電裝啊。咁啊，所以大家見到啦，充電裝攞嚟炒，但係 end up 托住個盈利咧，都係攞翻啲工程入去涉數嘅。咁啊，大家睇到啦，係啊。咁啊。另外就港視啦，1137啦，改名啦，係啦，係啊，先佢航天啊嘛，唔係探科技探索 ，sorry， 其實呢期就1725升得太勁啊，搞到我都覺得都忍唔住係咪？其實佢都有少少類似啲咁樣嘅方向啦，即係未至於上到天際嘅，未至於嘅，仲喺大氣層裏邊咁啊，但係想就想，其實最想脫離香港啦，去到咁。但係改了名都是要黐住香港啊！改做香港科技探索有限公司，其實最主要是咩咧？都是做翻啲 e-commerce 或者互聯網營銷相關的tech 啦，即係幫人搭建平台啊嗰啲嘅方向嘅嘢。咁今個月啊22日開始就生效嘅改名，咁睇下改完名之後會唔會即係？轉運啦，係咯，咁但其實就之前佢改一改啊，跟住之後嗰、那個按月嗰個嘅訂單啊又增加，其實都即係有一陣嘅反彈嘅，不過就冇之前當然冇之前疫情咁犀利啦，咁啊睇下有冇機會改名轉到運啊，真係學你話齋。咁同埋太多新嘅 rivals 入咗嚟啊，即係例如內地有阿里巴巴係嘅這個。天貓，係啊，咁啊喺香港開咗店之後，個 sales 係好勁，係，跟住唔知 Foodpanda 定咩啊，係啦係啦係啦，個個都搞即係網上，求其一個直頭啲 KOL 自己都開翻個頭，係。有咩需要買嚟咧？即係所以佢最近就出咗好多cash voucher 啦，現金券啦，俾大家買啦，350。當500嘛，跟住加埋嗰個5,000蚊嘅開户，
嗰啲咁嘅嘢 group 喺度，係啊係啊係啊，捆綁式銷售咁樣，咁啊去增加個客户量，咁睇下會唔會有好轉啦。但係之前喺8.53底位嗰度，其實慢慢行翻上嚟，行咗一陣咁之前都話炒5000蚊，其實依只係受惠股嚟嘅，大家可以睇睇啦。咁通常咧。依啲咁嘅咁香港嘅生意喺香港上市嘅咧，改個名咧，點都炒你一鑊嘅。係。係啦，咁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啦。其實係咪都即係有少少 price in 咗噶啦？其實係㗎。係啊，因為佢唔係今日先話嚟改名噶嘛。改咗好耐㗎啦。係啊，到實行就真係而家先至係廿二號啫，係啦。咁啊，睇下會唔會有啲。即係可能突然間升幾個 percent 賺下咯，之後即係香港依 type 嘅生意人炒股票咧，通常咧開張都要燒下炮仗嘅，係、啊、自己都頂下啦，係嘛？自己頂下啦，咁啊，即係唔係自己都唔支持自己啊？係啊，所以希望食到少少啦。咁啊，1.83咁啱啱開盤啦 ，AO 又升緊1.5%，但係都好似啱啱所講啦，而家佢吹嗰樣嘢其實要賺錢好難嘅。是啦，充電裝其實是完全不賺錢的、香港有一間 Jambo 叫基石科技，就做充電裝的，一年蝕4-5千萬，是要趴街。1.83做的東西，充電裝其實很便宜，一粒就是拉線的電機工程，那裡賺錢。大家注意實際的間公司做啲咩啦，其實都做係做緊建築嘅。當然啦，炒有另外一 part， 實際嘅基本面大家都會留意一下。咁講緊一年賺4000萬嘅市值，而家唔知幾多萬億啊。會唔會 overprice 啫？大家要自己諗下啦。OK。另外恒大啦，依幾日真係講真，如果蘋果做 A1 咧。就可以噶啦，系啦，咁可惜冇，咁啊，唔單止冇，有班財經蘋果財經嗰班自己出咗嚟做，哦，系嗎？可唔可以宣傳下平台叫咩？佢叫做 Boss Meet 啊，系，等睇下先嚇，我係有個 Boss 噶啦 ，Alex 知唔知啊？系啊，佢我見阿 Kel 佢個尋日擺出嚟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翻條 link 出嚟啊，係啦，係啊，係啊，咁咧就話説佢係啊，叫我記得叫 Boss Meet 啊，唔 send 咗邊啊，咁咧就話説係啦，佢哋就蘋果嗰班財經組嘅舊底啊，係啊，咁咧就開咗一個新嘅平台啊，Boss Mind 啊 ，Boss Mind 係。BOSSMIND 係啦，老細思維啊，係啦，咁咧就係佢哋 be your own boss 啊，盡早達成財務自由啦，未來嘅生活質素由自己作主，咁所以咧就改咗個名，咁就係班年輕嘅前蘋果財經動新聞班底嚟嘅。係啦，咁就重聚於一個新平台啦，咁樣咁大家可以 CLS 啦，嚇，咁我就叫做多一個嘅媒體啦，即係以前都睇開蘋果財經嘅，咁都可以即係喺呢一度地方重温下，係啊 ，subscribe 下啦，即刻 like 先，我睇完之後都未 like， 係一陣間睇下先，係好啊 ，Boss Mind 嚇 ，B O S S M I N D， 好咁咧就即係唔知啦，咁恒大嘅 Boss Mind 係點啊啦，即係阿老細會點樣拆咧呢一壇嘢？冇得拆噶啦，基本上其實等夠嘅啫喎，啊，等夠嘅，佢都其實跌埋心水嘅，咁好多人借錢俾佢噶嘛，咁點搞咧？我諗都係佢啲 assets 換啦，即係恒大其實其中一個舊改最勁嘅一間公司嚟嘅，佢哋嘅舊改咧差唔多10000億咁滯，即係加埋地啊 assets 啊嗰啲，但係舊改有個咩問題咧？你一start 呢個 project， 舊改呢個 project 咧，先要俾咩咧？增值税。哦 ，OK。咁佢都冇錢，點俾呢個税咧？係。咁所以佢嘅債務其實纏繞咗好耐嘅。但係咁耐咧，佢都唔動用呢個舊改咧。最主要原因就係、我做10個煲得1個蓋，我都未去到可以諗賺錢，我淨係諗緊還錢。而我又冇更加多錢可以借俾我去發展啲賺錢嘅嘢。咁啲舊改 project 擺曬喺度，咁啊當然啦，
借得錢俾你嗰啲唔係傻嘅，咁都係睇中依樣嘢。咁我諗 end up 拆骨嘅可能性都幾大啦。係，即係到後尾唔得嘅話，咪我估高啲買曬啲，即係我將我嘅 assets 換翻，即係當債俾翻你咁樣，咁啊俾翻佢哋咯。咁可能已經開始做緊呢一樣嘢啦，因為外電就引述消息透露啊，咁就3333恒大咧就尋求新嘅資金來源啦，咁啊正係考慮咧將瓶裝水業務嚇，咁咧就即係變打包成子公司啦，咁咧就嚟香港上市嘅，咁咧就話説咧就正係同咧呢一個嘅投資銀行啦進行緊探索性嘅磋商，咁啊仍然係處於初步嘅階段嘅，咁上市可能集資幾億美金啦，咁啊就可能喺出年進行嘅。咁啊根據母公司恒大嘅網站咧，咁啊恒大冰泉啊，啊即係佢呢個水業務啦，咁咧就涵蓋咗礦泉水啦、糧油啦、漁業啦同埋生鮮嘅四大板塊，14系列超過50款產品嘅，咁啊覆蓋中國30幾個城市啦。咁但係集嗰幾億美金。即係還到咧，還到邊忽咧？入到公司嘅啫，係啊，最多恒大攞去當一個公平值去見個事情，所以其實到陣時恒大仲喺唔喺度係一個問題咯。係啊，同埋咧就真係咧有個問題咧就係、是你而家即係還到一次，你係好太多個煲啊！學你話齋，而家一個凍結你户口，兩個凍結你户口，你啲錢都喐唔到啊！係啊，咁。即係可以要真係要靠佢哋，要同翻即係債權人係啦，同埋間銀行要再傾翻咯。咁睇下班管理層嘅牙力點樣啦，可唔可以睡得掂人哋真係鬆翻個户口俾你，或者係你喺其他地方再籌集到資金咯？但係都大鑊，我啲管理層唔係強姦就咩嘛？即係係啊！之前話要即係坐監，傾唔到住，暫時因為要坐下監。咁啊，個 management 都即係成件事唔討好啊！即係你又爭咁多錢，上邊又咁亂，跟住又搞咁多債，即係斬件啊，收依樣沽嗰樣。咁所以今日恒大開翻啦，而家做緊8.15啦。睇圖嘅話，其實。講真係以為執笠嘅，即係如果你見到個圖嘅話，喂大佬真係洗倉式咁跌嘅喎。係啊，去到尾聲時啊，咁去到依啲位咧，其實你要挽回翻投資者嘅信心咧，其實都有啲困難，因為大家都知道你賴嘢，大家都覺得你賴嘢啊，就算唔賴嘢死唔去，你所有值錢嘅資產都俾人瓜分曬。係，咁即係。嚇！翻翻去改革前30年，咁點算咧？咁你又狂派特別息喎，得閒又你自己揸70%加埋金小姐咁，陳小姐係咪咁？係啊，好似係愛好嚟嘅嗰個係。咁成件事太唔討好啦，所以你冇新錢會入去。你再睇翻只6666啦，就算相對嚟講比較好啲，但係佢都真係。錯得好勁啦，係再唔好講，真係最癲嗰只就係708啦。708係幾千億市值，得個殼，佢係我都唔知居咗幾多人。係最高去到差唔多75蚊，72蚊，而家得翻15蚊啫。所以車都未出啊！所以好奇怪，佢哋恒大自己仲即係告翻人轉頭啦，話喂你亂咁濫用佢嗰個保存要求啊嘛，即係人即係凍結佢個資金嗰樣嘢。咁我講真，你冇錢還，我冇濫用啊！我真係所以佢話佢自己未到期，佢啲就喂咁，但係一定人哋會凍你户口，梗係覺得有啲嘢啦咁樣。咁中間唔知道發生啲咩事，咁但係肯定係唔係好嘢嚟噶，對恒大嚟講。咁同埋，唉，學你話齋，之前咁樣已經鋸咗一陣，即係過好太個估值又太高，同埋真係過於炒作啦，成個概念。咁許生最叻炒股票嘛，依樣嘢就死啦。嗯，最叻就賺人錢，第二就最叻炒股票。咁兩樣嘢咁樣個 image 出嚟，大家就真係有 question mark 嘅，即係覺得。你割韭菜咩唔通？系啊，咁啊就依家就應驗咗啦。其實都唔係呢一刻噶啦，跌咗幾耐先得噶，係
啦，叫大家都不要掂啦。Even 咧，其實你問睇翻即係3333條即係走勢圖咧，其實都去翻講緊較早前咧嗰個底嘅位置反彈嘅位置嘅，穿埋啦。咁但係其實琴日係穿埋噶啦，咁。咁應該有啲人都可能會喂諗住搏下佢有人救啦，白冇事啦，同埋你大家都關心緊就係如果恒大真係爆煲，佢嘅債務係嚴重違約嘅話，咁嗰個資金鏈內地嘅房地產嘅資金鏈會唔會有影響咧？咁樣即係你騰騰瓜瓜騰騰咁樣，咁啊會唔會死好多間企業咧？咁阿爺會唔會就喺呢啲時候又唔會想俾佢死啊？要出手救佢？咁一救嗰下個股價方面就可能有得彈啊！咁樣即係有好多咁樣嘅諗法嘅。咁唔排除講真，即係跌咗咁多，咁總會彈幾日嘅。咁但係。問題是即係佢可以持續到幾耐，同埋係咪真係彈啊嘛？係咪真係有人救啊嘛？咁樣其實我自有一個睇法，即係可以 share 下3333好似啱啱所講資產咧，個淨值咧係高過債嘅，所以佢還唔到錢咧，其實啲銀行可以收咗佢，跟住再將資產分拆拍賣，咁啊第一還錢咯，還錢咯。其實佢死係唔會拖冧個市，即係短期一定有波幅噶啦，但係唔會因為佢一間死而。間間一齊死嘅，因為佢裏邊啲嘢係值錢嘅，唔係唔值錢。除咗只708之外，708就算吧啦。咁啊，708你買咗都唔知搞咩啊，千幾二千億而家仲係，但係只3333千六億，係啊，得個殼嘅啫，揾翻個底盤，都唔知道有冇 engine 添。咁啊，同埋依咁車都未出嘅話，諗都唔使諗啦。3333裏邊嗰啲舊改地咧，即係好似幾十一秒斯咁，本身啊百零二百億地皮起完就千幾二千億噶啦，係咁十倍，大把人唔介意同你買依啲 assets 去幫你清盤，但係你話喂，即係如果停咗牌之後，啊會唔會俾人清？肯定噶啦，預咗啦，因為都未停或者未完，已經有人做緊依樣嘢啦，所以其實3333真係唔好掂住，因為你牽涉到嘅嘢，當然唔係話佢喂下個月就冧啦。你話捱埋到一年，喂左支右支點都得，但係一年後咧，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係咁樣去派埋啲特別息啊，其他嘢，喂冇人會願意，大佬都唔會行過嚟話，喂我幫你炒翻上30蚊啦，都冇可能嘅啦。如果喺依啲咁嘅情況，仲要喂日日喺度懟嘅話，我覺得3333大家真係被資質噶啦。係，咁啊嚟緊佢7月27號就出業績嘅，係啦，咁啊佢仲好似出咗個盈起添嘅，定唔知話佢自己個業績點樣嘅？即係3666啊，係內嗰、那個係啦，六就話七成啊多咗，係啦，咁啊恒大物業就話自己就有個盈起咁樣嘅，咁不過就都。冇乜期待噶啦，講真係啊，但係咧就27號咧就阿媽咧就會出業績嘅，咁就睇下會唔會有啲咩嘅個 meeting 上面佢有啲咩解話咯，係啦，出唔出嚟見人我都唔知啊，應該照計就會出嚟嘅，不嬲都奇怪，因為依啲咁 size 如果清阿媽下邊嗰啲會唔會清咯？都諗緊融創好似都。成喺一齊停，係啊！如果係嘅話，其實因為你阿媽賴嘢嘅話，全部都應該都會停啊，都會停，係啊！所以最驚就係依樣嘢。一停咗，你真係冇仇報啊！係啊，你借一齊停喎，即係你要解決上邊嘅債務先，可以放翻下邊啲嘢出嚟。依個咁嘅問題，我諗唔係咁多人，因為一搞已經搞兩三年，係尤其是佢個架構咁複雜。真係做話咩啊？冰泉上都係嗰句啦，上唔上到都唔好諗啦。依啲消息係啦，同埋都集得個幾億美金嘅啫嘛。其他停唔停係驚啲啦，咁啊真係盡量唔好掂手啦。停牌真係冇得搞啊！冇得搞。係啊，好咁啊！呢個時候咧又再睇下個別股份啦嚇，睇完1137，睇完3333，睇啲盈起股啦，即係853啊，勁喎依只。嚇咁咧就微創醫療啊，旗下嘅生物醫療咧，半年淨利潤咧係增加51%至到56%嘅咁樣，咁咧就睇翻853嗰個嘅股價走勢啦。早幾日撳上嚟都覺得幾唔錯，即係好都算係。
頂得住，係啦，即係喺呢個咁樣嘅市況下，一路都咁樣即係炒上嚟。咁啊，70蚊呢排都係企得穩嘅。咁佢係咪拆勢啊？拆勢中、啊，拆勢係啦，係啦。咁我就其實見到尋日都好多大手資金咧去買佢嘅，即係成交方面咧都係活躍嘅。咁但係呢兩日就回咗嚟啦，但係回得都唔係多。尋日低位都係講緊67.15咁。咁我就話歸因咧就上半年隨住個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啦。咁啲門診咧都逐步恢復翻正常，咁所以佢微創啲生物醫療咧，今年近年獲批嘅上市新產品咧就可以真係賣得到啦，整體銷售收入咧係即係加快咗增長咁樣咯。咁有冇咩睇法啊 ？Leo 呢一隻股份醫療股，今日比比冇上嚟，如果唔係可以問下比比，但係都冇咩啊。其實依啲暫時都係跟勢炒噶啦，咁有錢賺添，咁諗下。看看我咩行翻行高啲咯，但系都行咗一段嘅，大家要知道。咁當然拆勢之後有利之後嘅流通量啦。咁睇下會唔會再突破之前嘅高位啦，72.5。但係其實個位都係不斷有人買緊啊。咁睇下可唔可以 pick up 翻個勢。係好啊，咁另外就盈起股仲有隻海通啊，665嘅，咁就海通而家就做緊即係9:16 A.O. 時段啦，2.18升緊一仙嘅，咁就都係盈起啦，預計咧半年純利咧係升一倍啊，係啦，咁主要都係因為啲佣金啊、手續費收入增長啦、成本下降啦，咁等等啦，咁就不過你問我就。我冇乜興趣呢啲券商類嘅股份，係啊，因為即係好大競爭啊，我覺得。我即係見到個個都話要嚟搞呢一個嘅美股，即係叫香港人買美股，但係佢係內地嘅平台咁樣。咁即係因為覺得香港呢邊已經喂咗好飽和啦，咁樣即係要開拓一啲新嘅客源，就要買美股咁樣。係咯，咁所以其實真係個競爭好大。你問我就。另外就刑警呢有哪隻呢就是975就話說就發刑警呢6個月為止的淨虧損呢最多有$1,500,000相比2020年同期呢是贏$750的那就是蒙古啦是啦蒙古寮啦就中國政府呢就是因為要加強限制交通啊所以令到就蒙古向中國的煤炭出口運輸呢就是造成重大的影響所以導致到上半年呢個銷量呢都是要向下壓咁樣就不過其實哇今日個股價方面跌咗，暫時 A.O. 跌12%啊嚇，刑警之下即係蒙招煤企975嘅，咁啊其實睇埋即係有啦，今日都。我見啲人都好留意啲油股啊，咁啊見到只883咧，就係跌咗2%，唉，真係陰公豬啦！857都係啦，857跌3%啊，即係升得多時跌得急啊！係啊，係啊，雖然升都未升過添，係啊，真係陰公啊！睇先嗰啲仲有呢個嘅嗰啲叫做咩中油石油服務股啊。就好啲咯，因為油價下跌本應該係會對佢哋有少少利好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又唔係絕對，所以我覺得我冇乜對佢啲特別有大嘅憧憬喺度啦。另外睇只3331啦，維達啊，咁維達咧啱啱阿 Bruce 咧都揾咗啲資料，話佢咧個行政總裁增持咗10萬股啊，係啦，咁咧就係李傑林同埋副主席啊。咁咧就平均價19.84啊，咁喺聯交所咧就係入咗咧大概10萬股嘅公司股份，咁完成之後咧佢會獲得咧合共300萬股嘅股份嘅，咁啊暫時 A.O. 嚟講咧就都係向下啦，跌5.23。期指方面最新嚟講咧就係跌緊84點左緊啦，低水現貨過100點嘅。小牛啊，今日系啊，系啦，睇住啦，咁答少少问题啦，开始之前咁啊，睇下先。
821啊，咁啊点睇只啊 VJ Holding 汇盈控股啊？咁821系咪？都好似汇盈系啊，金融啊。系啊，喂，有啲喐动喎呢排。系啊，2.5咁上到依排咧，其实我唔知有咩货啦。如果有货嘅话，其实啊，即系 suggest 呢啲位啊食糊啦。咁我咗喺度几日，上嚟嘅啊 transaction 去到依度咧，都打得比较大。咁啊，亦都 Cicus 见到其实啊啲之前主要持仓嘅都。啊，走緊咁啊！啲貨去咗啲恆生啊、中銀嗰度，咁啊升上去嘅機會可能比較細啲，咁啊自己睇翻自己風險啦。嗯，啊650，啊咦？依只啲石油相關股票嚟，而家做緊1蚊，咁其實都係啦，都向下行緊嘅。我唔知道你係即係883嗰啲都向下行，你唔會諗住依只。本身已經向下行緊嘅話，有啲咩突破嘅？有人問你跌夠未？我應唔應該沽啊？可能係。係啊，如果係咁沽咗佢啦。嗯。睇下做咩特別問題先。700嗰啲我哋先講啦。大佬未必死，但係買股票嗰班就死。係啊，所以3333唔好搞。大佬唔會死㗎。哇！佢收咗好多息啦，已經。佢個恒大大咩恒大大廈本身係大佬啊嘛，買咗俾佢喂。對咗凍嘢啦，已經。係。咁點會死啊？唔會計錯數啊！係啊，高價睇下而家樓價，對比翻買嗰陣時，醒過你啊！擔心自己好過擔心大樓啊！咪佢哋諗住咧，諗住哎呀，你陪我一齊咁樣啦，咁樣咳嗽，佢係唔會陪你啊！喂，大佬都收 free 貨嚟嘅，而家仲要收緊息啊！啊，人哋真係食埋只居，所以。都話啦，喂，大樓會唔會吞咗只恒大咧？即係可以諗下，唔係講笑。我後尾啊，賤價清嘅時候，成間拍咗佢。咁哇，咁話好峰迴路轉喎、啊。哇，佢未賺到盡啦，但係問題就係大樓內地應該唔會俾啊嘛。係咯。即係好似只蒙古能源，阿陳振聰啱啱出咗嚟，佢氛圍足都可以係真嘅。之前小田原包房，但係唔會俾啊，有啲嘢係唔會俾。唔係你啊，阿爺啊嘛，如果唔係點解叫共產黨？系，系啊，所以我哋系好相信共产党呢套嘅，爱国嘅我哋系，系啦，嗰套主义，嗰套系冇得输嘅，对，系，好，咁啊跟13和王，都好，都系呢啲位啊，骑咗上嚟噶啦，系，系咯，都系又系 free fall 噶啦，揸住嗰班，系咯，我哋54买第一入噶啦，真系80几蚊，八十几蚊噶，跟住回又冇嘢好讲啊，都话冇啦，之后点？搞就睇睇佢夾唔夾嘅啫，咁佢夾嘅話，你而家買唔買啊？係啦，咁就完啦呢個話題，終結咗話題。但係佢其實係想問只775。哦，OK，775啊。係長江。長江生物科技。哇！兩樣嘢嚟嘅，第一。係。啊，雖然都係成哥。係都係成哥，但係大家嘅stage 唔同啊。係。呢只775講緊個。市值是81亿，但是他做的医疗保健业，即里面当然有些包踢相关的东西在里面，做一些食品啊、保健品啊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你 compare to 13呢，就是两件事，市值都不同，玩法都不同，所以就不可以一概而论。如果你觉得炒只13，炒只13同炒只一毫仔同炒只775系可以系完全唔同嘅玩法，即系好似1725同埋1950系同一班人啊！嗱，我当系同一班人，但系可以系唔同嘅炒法。点解咧？每一只股票有每一只股票嘅质地嘅，咁你好难话喂，你香港3000几只股票，你好难用700同只。哪隻對比好好呢？1024去對比，完全兩件事，所以不要有這樣的對比先，不要有一個 perception 是，既然都是成哥，又是差不多的東西，這個差不多你要搞清楚他們有多差，個差別多大先。如果一模一樣，他都不用上多隻了，還有股東架構都不同，所以沒有一個對比性，
但如果你純粹講即係七七五就可以講啦。咁而家八毫四啊，即係純粹睇個圖啦，去到依位、嗯，其實我覺得啊、要搞佢啦，就唔好搞佢啦。OK， 即係你寧願即係博只十三係不斷攬上去好過，因為佢本身嘅股權好乾。嗯，依、這個就係個對比性。點解人哋升？因為人哋乾到嘔。嗯，咁依樣嘢就要搞清楚啦。所以反而只七七五咧啊。似是會花很多心機去做，雖然它的 cap 小的那隻、13好多，但是大家本身 day one 的 position 已經不一樣了、嗯、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呢都是博隻13會好一點。好，那我就看看、股市先、9點25分了，恒生指數是低開93點而已、我跌得少、啊、真的是不是跌多了，是不是跌先了呢？是跌先了，幾鑊都是這樣，是的，那幾鑊之後會是怎樣？彈之後就是彈、啊、會不會今天彈一彈，是的，真的我 我都在找著，看看有哪些的、恒指的牛仔可以看看先、啊、看這隻、啊、6088、啊、如果陣間真的這麼抵死、啊、恭喜了，先低後高，不行，我覺得、我會買紅咯，哎呀我不知道，其實現在很多人博牛仔的，我知道，看回昨天我睄過的恒指街貨，其實都多牛仔的，是的，就看看恒生指數先，如果你真的想博它上去的話、牛仔可以看隻6088啦，咁啊呢只恒指啊 ，sorry， 六八啊六，咦，咁六四四九四系咩？六四四九四，六四四九四系咪都系红啊？牛啊牛啦，嗌调转咗我张佢系啦，咁啊就恒指红诶、恒指牛可以睇呢只收回26590点，咁啊88点不化嘅，自己睇位啦，3% 到啦，咁啊就个杠杆做到30倍嘅，咁出。年出出年添好長身啊！咁啊就2023年九月尾先至到期12500:1嘅嚇，咁、啊、你就睇下夠唔夠膽搏啦！30倍槓桿嘅恆指牛仔，咁如果你話喂唔搏啦，今日即係而家跌90几，可能今日好似頭先有位朋友今日5嚿走唔甩啊！係係啊，有位網友特登提翻，我覺得今日5嚿走唔甩嘅，咁啊咁哇咁犀利啦！而家突即係跌得嗰90几，冇錯啦，恭喜你，恭喜你，咁啊可以博只熊仔，頭先講嗰只就係6088。咁啊，呢只咧就係做緊4.5%嘅，槓桿方面48倍啊，咁啊幾錢收回咧？27788。都 OK 嘅啦，400点到不化，自己小心啲嚇。咁、咧就都近嘅，因為咁啊11月尾到到期嘅，今年啊嚇，咁啊12500:1嘅都係嚇，咁啊就一牛一紅，自己睇啦。唉，抄低只熊仔先，唔係喎，我覺得機會大啊。我不知道啊，咪咁抵死咧？但我真的有驚俾佢夾死咗。係啊，喂，依啲位喎、啊。是啊，即系好尴尬啊尬！我觉得系，你先抄低咗佢先。但如果今日真的有落多3-4、3-4-8嘅话，其实就反手啦。系咪啊？系啊，就反手就牛翻佢啊！系啊，就反手啦。所以咧有啲尴尬。累计成1000点喎，两日。系啊，系啊，系啊。系咁，而家又唔系世界末日。嗯。咁啊，真系唔知道，纯粹系有时都唔跟嘅，我见。美股升佢又唔跟，系啦，今次美股跌，我唔知佢跟唔跟啦。即系之前个理论就系人哋升佢又跌，人哋跌佢又跌咁样啊嘛。咁而家今日都有跟佢跌，不过跟得好少咯。系希望跌多啲咯，跌多啲你就即系你买上去，反手买上去就会穿一穿27000先啦。系啊，就会抵啲咯。我睇下寻日啲牛熊证街货先，我就记得咧就系、是、诶。牛證咧係多啲嘅，不過都好合理啊！你跌市啲人梗係入去博牛仔噶，係啊，買翻好倉噶個資金，即係如果唔係邊有水位食啫，係咪？睇下先，咁啊 A.O. 啦，成分股其實全部都大多數都係回少少嘅，但係你見到最主要都係石油股啦，咁啊跌得比較多啲啦，啊匯控啊繼續向下沉。咁啊，跌緊2% 而家。咁啊，早兩日都講啦，匯控你一落嘅話，其實因為街貨
真係好散啊，其實受嘅影響咧，通常都會跌突嘅。咁啊，大家睇翻啦。咁美團就唉都唔使睇，肯定係佢。係啊，牛證嗱，如果講緊恆指，啱啱我望緊咧，牛證嗰個街貨比例講係七成啊，七成都係牛證啊。咁就紅證咧就得唔夠三成。咁同埋咧，見到啲紅證啦，嗰個嘅重貨區咧，就喺呢個28,500附近嗰個水平。咁而家個市係做緊27,300，咁其實都係講都成千過千點喎。嗯，咁啊，啱啱開個市報翻恆指先，做緊27,374啊，咁啊跌緊120左右啦。咁啊一開嘅成交差唔多27億啊，即刻有。特別股份升得比較多嘅，睇下有冇先。其實都冇咩邊只升得特別多噶啦。講緊石藥啦，1.1% 左右啦。咁啊，體育用品股啦，係咪啊？體育用品股咯，彈翻啲啊！睇下先，1368。即係我頭先攬一攬只2331都仲係高開嘅。係，都仲係升緊嘅。咁啊，1919啦，啲航運咁啊。翻啲嘢都係，係睇有咩升得比較勁先。其實都冇咩，佳兆健康啦，連升兩日啦，大家可以睇睇啦。咁啊，琴日都有講嘅。其實而家個 market cap 就好細，就佳兆健康邊只啊？876。哦，876。係啊，仲係好細。嗯。咁今日而家升緊12%。係。咁大家去跟進下啦，咁睇下依啲會唔會其實。要冇無緣無故嘅冚啊！呢啲就係啊，亦都冇無緣無故嘅大升啊，尤其是有名嘅名牌啊，係咁啊，會唔會做個市值上有啲 M&A 咧？你有冇聽到啲乜嘢啊？我聽到冇，估係 M&A 啫，真係唔係太熟喎，就係介紹業係，但係當然佢哋咁之前有講過啦，喺香港嘅股票市場發展越嚟越大，咁啊多咗好多唔同嘅嘢 holding 啦，咁啊牽涉咗好多唔同嘅股權上邊啦，一啲嘅爭持啊，或者even爭拗啦，咁啊係想做啲嘢嘅，咁睇下會點啦。係，自己留意啦。喂，其實個依個市跌得真係好少喎，期指好似而家想彈添喎。係啊，收翻啲啦，而家就係跌緊55點左右啫。咁啊，升嘅股份睇下先。咁啊，就頭先徐講就係有石藥啊，即係啲藥股啦。哇，海底撈，我覺得大家要跟進一下。係，即係咧，似係真係捉咗個底咁樣。不過咧，就睇下有冇機會咧，即係夾翻上去50蚊嗰啲水平咯。我都可以留意翻，因為近期嗰啲成交咧又再活躍咗，即係佢升上嚟嗰下，即係明顯已經見到有資金係即係想追嘅。咁佢又不過係黑人憎嘅，佢早嗰棍咧嗰支天線咧又破。破唔曬前面嗰啲高位，所以又再回一回，咁大家可以望一望啦。雖然我真係完全對佢哋嗰個業績啊，或者係業務方面咧，唔係特別睇好基本面，但係純粹就係睇資金流啫。係啦，咁大家可以望一望。我見尋日即係都攞個出嚟睇睇啊，又 OK 喎咁樣，咁啊叫大家跟進，唔係叫大家買啊嚇，即係大家可以睇下先，及下先。咁啊，另外就升嘅股份啊，頭先有隻友邦咯，同港交所咯，不過都係嚇，即係微升嘅，即係暫時嚟講，睇下有冇機會真係。我諗都有啲人係會即係買下貨嘅咁。頭先有人問700，佢本身好似係580啊，係咪啊？話有貨啊，我記得問。唔使止蝕啊，唔知580定570嘅咁樣。呢度點睇啊？700，首先啦，真係倒升嗰時。係啊，700冇啊，你其實都講緊30蚊啫。咁有啲股票，我覺得如果你係坐得嘅，坐下咯，或者even溝下咯，700咁啊。但係如果你話你得一手錢嘅，坐咗喺度，咁如果你有啲嘢覺得可以追到，因為而家講緊大約8%、7% 左右嘅即係蝕嘅幅度大約。咁你覺得揾到啲嘢可以追翻呢個數嘅，而你筆錢又唔係大嘅，咁咪著住馬咯。咁我覺得幾個 percent 去睇只1772後低位可以買啦，呢啲係啊。咁啊，追翻嗰幾個 percent 咯。
即係好多股票都俾到七八個 percent 俾你嘅一兩日。咁啊啊 ，depends on 你自己有冇方向先自己。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唔等錢曬嘅嗰個可以坐嘅700係可以坐嘅。同埋佢俾人搞依啲嘢，好似近排依幾日都開始慢慢停翻落嚟。乖仔係唔同啲嘅，即係冇搞咁耐嘅。就算搞你，即係你肯認錯嘅話，都因為 keep 住都有 M&A， 即係啲收購入邊嘅消息繼續出緊嚟。咁啊，冇話特別阻佢唔做啲咩，咁可能都有得傾嘅。係自己諗下啦，坐唔坐翻個幾個 percent 上去，因為700要升都唔係。太難的一件事嘅，一喐咧，而家講緊低位之前510元彈幾日彈翻上去，差唔多10%。我覺得應該 OK 嘅，係咯，唔使輸啦，700都輸。係。咁咧頭先咧，哇！我覺得個市真係有啲鬼鬼地，呢五分鐘即係嗱夾咗上去到升嘅，咁啊升完之後咧呢一下咧，而家又回翻少少啊嚇！咁大家要小心啲啊，真係，我驚佢真係頭先打一彈，等大家呢幾分鐘湧入去買啲好倉，然後就回。不過我覺得我都係偏淡少少，有少少波動。我覺得即係美股，當然臨尾嗰陣時候都夾翻啲嘅。尋晚美股本來跌900多咁樣，夾翻少少咁，但係跌700多咁，但係好難講啊！升咗咁多，美股係咪真係需要調整一下啊？咁樣嚇，所以要留意咯。咁啊，另外油股啦，油股我就覺得真係可能要沽啦，真係睇下先。有冇883嗰啲證咧？油哇！我就唔會想，我唔會想牛住咯，即係883。不過有啲人都話可能有啲直播嘅，因為都見到啲資金係由流咗入去啲883落去嘅。咁如果你話真係想試下博一轉嘅，等博反彈嘅話，就俾只6044大家望一望啦。呢只係883嘅牛仔嚟嘅。68044係啦，咁啊呢只講緊而家7900啦，收回就7.3%嘅，正股而家仲有7.8%啦嚇 ，buffer 咧大概係7% 到，咁供幹有10倍，你自己留意翻啊嚇，咁我就唔係好夠膽去牛去住嘅。係講下只1950啊。係啦，深藍科技琴日咧有一棍彈都，我以為哇離了啦，唔通咁樣，今日上翻去3.1%嘅，今但點知臨尾收市嘅時候咧又即係冇乜點喐到，係啊，跟住而家開始回翻，係啊，最多去到3.1%啦，係啊，琴日咁啊，而家就做緊2.85%啊，咁回緊4%。我可能都未瞓醒，咁啊，通常都係有一定波幅嘅，同埋依只都係嗰句啦。Day One 都講啦，前景唔使睇嘅。係 ，Either 兩樣嘢啦，咁啊，一係博佢就係炒依啲咁嘅波幅啦。咁啊，另外一 part 就係當然，如果你越平買啦，就越好嘅防守性個價咧會比較好少少。係。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喂短期會唔會？彈10%，咁其實之前都彈過幾次嘅啦。咁你唔係 looking for 一個長嘅即係比較大嘅升幅嘅話，你10%多，我諗都有得執嘅依啲。食糊自己睇啦，依啲就咁係跟住咁炒嘅啦，即係真係睇圖嘅。話突然間有啲咩新嘅概念喺裏邊，因為當然除非賣殼啦，但係依排都多咩喎？咩啊？即係178。之後都未講嘅，跟住睇完之後，其實都係買殼。琴日出咗個BND 停咗牌咯，係啊，中途係啊，幾十個 percent 升緊，我哋都嗌大家衝一衝。後尾升咗成倍幾兩倍，倍幾啊？係啊，嗰時候我哋睇好似睇四成嘅啫，一撳出嚟嗰下。咁冇啊！依啲大家睇下啦，依排其實買殼真係幾誇張。咁啊，有啲買完之後，買完之後就升得好勁，咁啊1725一個 example 啦，咁啊做有啲咩咧？1909喎，有人問只火岩。喂，其實我想話啲其啲手遊股，即中手遊都幾靚仔喎。係啊，302其實升得好正。之前都講啦，如果破咗位可以追嘅，咁啊真破咗之後咧就狂升啦。睇翻個圖
先，係啊，三個八破咗三個八之後咧，而家講緊升咗一蚊上嚟，嗯，都有成差唔多25%左右啦。咁啊，另外就2400都，喂，點啊？喐翻啲。係，佢尋日就好靚仔嘅，夾咗上去。不過我嗰個覺得係，等佢真係實的的破埋之前嗰兩支洋燭先啦，咁先至再望上去啦。係啊，係啊，係啊，所有係咁啊。咁啊，1909，而家個價係2.89啦。咁啊，今日一開又回緊2%。咁我覺得都係啦，其實冇咩太大嘅。嗯啊，分別咁都係你見跌穿3蚊，係咁啊，入一入博佢啊，炒一個上落，嗯，就係咁啦，係啦，哇！即係恆大係就死梗噶啦，即係本身，但係真係唔知搞乜啦，真係唔知佢可以點搞啊，應該咁啊，成個係都係要回噶啦，冇辦法。啊，咁就真係唔好掂佢住啦。就算你只4.6咧發型起咧，都冇哇，有10% 真係其實都係咁講啊。依只嘢其實預咗係俾人分屍噶啦，到後尾。但係老實講，拆骨喂拆骨咁又點啫？啊，許生收息啊，都幾百億喺海外啦。係咁對佢嚟講真係冇所謂嘅、嗯。對你而家去買咧，你嘅風險就係、是。分完之後不會賠給你，因為第一要 take care 是債權人、嗯、債權人是整個宇宙都是、嗯、去到土星都有你怎麼搞呢在這種情況其實是很難處理、嗯、第一你那些什麼碧桂園、啊、個個那些地產商借夠錢給你喂他就是拿你一塊地而已其實大家預了你死到後來就是喂簽完之後喂你給我一塊地我就平價拿你的資產、嗯、所以、小心啲啦！依只真系唔好掂啦，就系、是、其实由啊708做车，搞到而家都嗌大家不要沾手啊！成个系，你睇下17蚊咁样削到落嚟，每一次讲都嗌大家唔好掂，早要博反弹嘅话，我真系唔知道你谂咩啦。讲真，系啊，历史创新低啊，7.4。咁啊，聽日又開一棍，又唔見咗10%，日日咁跌，呢啲係世界股炒法嚟，或者如果唔係就爆煲噶啦。嗯，咁啊，小心啲啦。係，同埋另外咧就要睇下啲車股啊。嗯，係啦，咁啊就啊，近期咧睇翻 Circus 啊，成啊175咧，真係好多北水買喎。係啊，即吉利，即係1211咧就反而就鬆咗。嗱，你見佢今日都創咗一個月低位嘅，咁當然頭先跟住個市落啦，咁但係個走勢係即係轉弱翻些少啦。即係175咧就都係弱噶啦，不即係比起近期嚟講咁樣。咁但係見到唔知點解北水又繼續買佢喎嚇，咁所以自己大家都留意一下。咁啊就吉利咧依家係做緊23.1，跌緊咧係。0.55嘅，睇下有冇啲車股啊！175嘅牛熊俾大家望望啦，51072啊，係啦，咁啊就呢只吉利牛仔嚟嘅，咁啊收回價咧就21.28啦，正股而家做緊23.15啦，咁所以得咧過百到嘅 buffer 嘅啫，自己留意啦。咁就出年1月中到到期嘅，咁啊吉利嘅熊證咧可以望只54867。54867呢一隻咧就距離收回咧就3.9嘅啫，共幹有5倍嘅，而家做緊9.3嚇，咁啊都升咗成16%咁多嘅，都好犀利下喎。如果佢講緊係共幹係得5倍，咁而家佢正股係跌緊2%，咁其實應該 suppose 係升10%+啦。如果就咁覆翻上去，咁佢係升突咗嘅嚇，自己留意。哇，個市又夾翻。係啊。啲人头先喺度讲话，要买呢一个嘅牛仔啊嘛，博反弹啊嘛，我都惊嘅，其实系啊，883，喂，883有冇弹咧？咁883都系弹，只牛仔得。头先我俾只6044，睇下先，真系弹，跌少咗好多啊！呢一只系啊，系啊。咁啊就係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睇下有冇得再升翻。係、嗯，睇下先。
三收。好，我報一報個行程，跟住 take a break 啊，跟住再翻嚟啦。咁啊，而家做緊27,509點啊，咁升緊20點，哇，奇蹟啊！咁啊，真係好鬼邪。係啊，咁成交有167億嘅，但係個市都係悶嘅。你見到其實啊，拗下咁都係大家小心自己嘅倉啦。咁我哋 take a break 之後，翻嚟再同大家睇個市。好啊。點解方下爬的人就特別幫到夫呢？嗱，佢唔單止係方，佢依個叫方圓嘅，老公有錢，咁可能係咪你以前男朋友冇錢，而家男朋友有錢啊？嗱，嫁得好咧就唔同嫁得好嘅 ，OK？ 你一路養佢養到佢55歲正，我養就真係搞唔掂。MTV 全新节目 Big Girl Talk 每个星期会同大家分享关于玄学、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例如面相、风水、八字等等。每个星期我哋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一起上嚟倾下偈。每个星期二夜晚9點到10點，我哋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直播，约定大家啦！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加多的财经资讯或者想看我，记得 subscribe Up TV 啦。如果想知道多啲财经资讯，咁请 subscribe 我哋嘅 Up TV 啦。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财经资讯，记得 subscribe Up TV 啦。女主角赵倩恒、邓月平，其余演员张建升、张松之、沈嘉琪、庄壮、郭奕森、沙律、程美段、Rose Mart 拿美，同埋我哋 Up TV 主持 Ashla， 以及一班年轻性感嘅 KOL 等等，呢日喺兰桂坊一齐出席新戏 Part Time Girlfriend 出租女友嘅开镜仪式啊！人多势众，一齐听下佢哋同我哋 Up TV 嘅分享啦！
哇，你做乜突然间同我表白啊？喂，唱紧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嘛。啊，我想讲嘅月亮系指蓝月亮啊。我最近买嗰只蓝月亮咧，佢识个爸爸声啊。喂，但系我又唔系见佢好似特别多好消息啫。點會啊？有冇聽過 Hong Kong China Stock Connecting 滬深港通啊？嗱 ，Hong Kong China 即係滬深港啦 ，Stock 即係股票，通咧即係 Connecting 啊。最近咧上海交易所咧係將呢個藍月亮納入咗喺個港股通名單裏邊喎。哦，即係滬港通，人哋講嗰啲北水。係啊，即係一納入咗名單裏邊咧，咁內地嘅投資者就可以嚟香港，透過上海或者深圳嘅證券交易所咧，喺香港證券行咧去進行呢個投資啦。咁喺呢個 connecting 呢個通嘅資金裏邊咧，我哋都叫呢啲叫做北水嘅。你好叻啊！Hello， 大家好，我是 Kylie 啦。咁我平时系一个瑜伽老师同埋 model 嚟嘅。咁除咗工作之外，我亦都好中意玩唔同嘅运动，有攀石，有 MMA、蛙游、潜水，同埋瑜伽，甚至跳舞，我都好中意。大家好啊，我系比比啊，想唔想多啲见到我呢？想嘅话咧，记住 subscribe Up TV。大家好，如果想听多啲财经故仔或者睇多啲靓女听我嘅分析嘅话咧 ，subscribe Up TV 啦。如果想睇更加多财经嘅资讯，大家记得留意多啲 Up TV 啦。咦 ，Joseph， 四点钟唔系收咗市噶啦咩？你仲喺度睇啲咩？譬如我等咗4:15暗盘啊，听日有只新股上市啊嘛。啊 ，Direct Market。暗盤啊，英文又點會係叫做 dark market 啊？係叫 grey market，grey 即係灰色咁解啦 ，market 即係交易啫 ，grey 即係介乎黑同白之間啊，咁即係咩啊？灰色地帶咯。嗱，經過呢個香港交易所嘅就梗係合法啦，唔經過都未必唔係合法嘅，就叫 grey 啊，即係兩者之間，咁啊即係私底下咧喺上市之前一日進行嘅呢個交易。就可以叫做係 grey market 啦，但留意一定要係主板上市嗰啲先得，創業板係唔得噶。好 ，hello， 翻翻嚟節目時間開始睇真啲啦嚇，咁啊就未開始之前咧，同大家講下啲震撼優惠先。係啦，這個優惠係好震撼嘅，咁啊。咁啊 ，U Smart 啊，同我哋 Up TV 有一個開户迎新嘅獎賞啦，6,300元嘅。啊！迎新優惠啊！咁喺右下角有 QR code， 咁大家去 scan 咗，咁啊有相關嘅 information 嘅。咁啊係咯 ，scan 咗去睇一睇啦。咁同埋喺個YouTube 啊下邊嗰個description 嗰度都有相關嘅資料啊，大家可以睇一睇啦。OK 嚇，咁啊就。大家記住留意攞呢一個嘅迎新獎賞啦，掃掃個 QR code。好睇翻個股市先嚇，暫時嚟講咧就真係牛牛豆豆喎，恆生指數。咁啊，而家做緊27,436點，咁54點嘅成交啦，咁啊得個240億左右啫。係啦，咁咧就大家就如果有啲任何嘅問題，歡迎咧喺度留言俾我哋啦，或者咧對大市嘅睇法啦、個股嘅睇法啦，咁樣都可以咧同我哋一齊喺度分享嘅。咁咧就同大家講下嗰啲科指先嚇，因為我都好耐冇理過佢啦。咁啊，恆生科技指數最新咧係跌緊16點嘅7,416點，但係科指裡面嘅成分股咧幾隻大嘅咧，喂又唔係太差喎嚇。咁啊，騰訊控股咁啊靠穩啦，暫時係升緊2元，報551.5嘅。3690啦，美團點評啊，咁啊就今日咧就係暫時呢一刻升緊1元，報277.2啦。或者1810好硬淨喎嚇，咁啊見到呢幾日個市咁樣回發嘅情況下咧，咁即係1810仍然 keep 到喺27元樓上嘅。問下呢度先，即係1810，你係咪你嗰啲即係有冇心水咧？呢啲啊1810。而家做緊27.75啦，咁啊睇翻圖先啦。係啊，而家其實都牛咗喺28元邊嗰度啊，唔上唔落啊。咁啊，其實個價如果你
拉翻條線睇，其實都擺咗喺中間嘅，咁啊唔上唔落。咁有冇機會衝翻之前講？會唔會試多次30蚊咧？咁嘅試底下邊，其實我覺得有少少難嘅。咁都係嗰句啦。咁當然有筆水入去啦。咁但係夠唔夠力咧？咁會唔會可以衝翻上去上邊？因為都係蟹貨嚟，你要解決嗰堆蟹貨咧，就要解決自己先。咁即係你自己入錢去買先。咁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如果衝唔穿翻去29蚊邊咧，其實有可能就真係有試低少少位。咁依個位今日就跌緊1.2% 啦。如果俾我嘅話，反而喺即係之前低位買嘅，我真係考慮依啲位。套翻啲 cash 出嚟睇定啲先，因為今日講緊跌緊最多8.5%左右啦。但係我覺得其實個市嘅波動或者波幅嚟緊都會 keep 住大嘅。所以如果你係相對比較保守，我覺得依排就真係撳住先，咁估咗攞 cash 擺喺個荷包度會比較穩陣啲。我話等佢有一個低啲嘅位啊，再入翻那個防守性會強啲，咁係啦，就係咁。好，咁就大家自己要留意翻就110。頭先講科指啦，咁基本上都係全線向下啦。我睇翻咧個科指咧近期嗰啲走勢咧，都係當然是弱的啦，因為你幾隻嘅大嘅 tech 股都唔得啦，咁冇話大嗰啲啊，即係就算二線三線，因為早排嘅時候咧有少少即係玩呢一個嘅科指咧，係因為啲 tech 股唔係咁同步啊，即係唔係齊齊升咁樣嘅，咁咧就係個別，咁所以咧就當你要買 tech 股嘅時候咧，就不如就大包圍啦，即係好似 ETF 咁樣，咁就追蹤曬咁樣所有，咁但係總體嚟講，你仍然係對 tech 科技呢一樣嘢係睇好嘅，咁樣咁你就可能即係買翻上個科指啦，或者係整體都覺得應該麻麻地噶啦，即係幾隻大嘅向下咧都會拖累成個科指表現，咁你就向下買啦咁樣。咁但係去到依個 moment 嚟講咧，即係我見到個科指咧，即係一穿咗大概係7000，上次嗰支腳咧就曾經落過去咧個。7152的，我覺得是抵薄的那一下薄上來，但去到這個 moment 我覺得有點尷尬了。我覺得如果是科指的話，看看會不會說即係再穿多少少，因為我怕它又在這個7400這個水平在這裡磨，如果它再在這裡磨的話，我都看不到一個特別的方向，不過我都覺得是即係會有少少咧跌咗一陣之後咧，有啲後抽嘅可能係。咁我覺得如果係真係向上搏或者向下搏嘅話咧，我會傾向向上搏咯。科指係啊，同埋你睇下尋日美股咁樣，即係你冇辦法啊，跌700多咁樣，佢都好似呢一邊已經可能跌先咗咧，唔係太跟嘅話咧，咁啊即係無謂拗頸啦咁樣。咁都可以俾啲科指嘅即係牛熊 call put 大家望一望嘅，因為今呢排都見到啲人咧追翻啲科指嘅。咁科指熊嘅話咧，可以係睇只66419嘅，係啦，66419。咁咧就呢只咧就係講緊，哇！頭先破咗52周高添。因為它真的很威弱之前嚇，咁咧就而家漲8.4%啦，咁跌緊1% 嘅啫，咁正話係見過8.6%嘅，咁就睇下會唔會話啲 tech 股都要殺一陣啦嚇，咁留一留意一下，可以睇只66419啦。咁但我中意會向上搏啲，所以我會睇定啲，我先至再俾只牛大家，係啦，費事立亂俾啦，俾咗只科指熊大家先，好。咁就另外咧就再講下只3700啊，我想見到影客啊，嗯，其實都冇咩特別嘅好講嘅，隻嘢冇成交嘅長期，你想買落定沽落去，咁依樣就睇圖嘅話，其實真係冇咩嘢好操作，如果未有貨嘅話，咁樣嘅 turnover 就真係。不太建議買了，費事你買了下去
只是輸中間的差價，即是人家隔開那麼多你估都估不到，一估可能要堆低四格你都不知道輸多少錢、嗯、買又不買得多，沒有什麼成交的，盡量可以避免就避免了去啦，免得自己、即有些東西是、你坐在那裡你有選擇可以沽，和坐在那裡沒得沽是兩回事，大家小心一點，是啦，就3700未必是一個好的投資機會。嗯，是好啊。其他內房吃了恒大腿，哦，分屍啦，是啊，真的不出奇啊，是啊，你嗯。你學啊，頭先阿 Leo 都同大家講啦，即係嗰個資產方面，其實佢係值錢噶嘛，係咯。咁如果佢要真係要拆骨嘅話，要將所有嘅子公司可能部分可以分到上市嘅就上市，係啦，賣得嘅就賣，變換嘅就變換咁樣，咁都係要搞掂咗條數先啦。咁所以你話俾其他內房食咗，其實真係唔出奇啊。係。但是現在看到，但你我覺得但作為股東你就要小心了，即是你不是個大權人嘛，有牌都分不到你，所以呢我最怕是真的個系內是停牌的，真的、嗯、是啊，一停就放在那裡，你債權人停都沒辦法，因為你是不是都知道還不到嘛、嗯、起碼拿到一些東西，但是你作為股東呢就很大機會什麼都沒有到後來、嗯、因為分呢肯定不夠分的，冇錯，係啊，所以到你嗰度，我諗仲有幾毫子嘅每股，嗯，係啊，咁你自己睇啦，真係。阿 Derek 問會唔會真係停牌，真係可能會噶，因為佢阿媽停有機會都係全個系停噶嘛。你唔知佢啲數點去？係啊係啊，唔知中間，原來全部就係、是、喂，佢本身個物管。管嗰啲全部就係恒大啲嘢，咁恒大突然間停嗰邊資產轉，咁咪關只666市咯。咁啊，點會唔會停埋只666咧？咁啊，708會唔會就啊睇下個業務牽涉啊裏邊有冇啲數周圍轉啊嗰啲，即係要睇啲咁嘅嘢，個關聯性有幾大？咁啊，肯定唔細噶啦，老實講。咁你唔通倒去唔停牌咩？你梗係倒去停牌噶啦，係啊，所以。即係如果你今日買得，你博佢彈，你就要作最壞嘅打算，就係佢會停。嗯。咁如果你都接受到咧，咁就冇人會阻止你嘅。咁啊，高位 hit 啦，係啦。好，跟住之後就6118係咩啊？哦，澳星生命科技有冇商機啊？哇！呢一隻都之前升咗上嚟，有人問咗好幾次噶，咁我係啊，都話如果你要跟，即係呢啲真冇得冇得好講噶啦。你問我有冇商機，我話冇，跟住夾多50蚊都得嘅。咁但係佢 obviously 冇夾啦。咁之前都有講啦，你跟升未一 turn 一跌嘅話，你就要轉身轉得快，就係呢啲股票啦。Exactly， 今次又賴嘢啦。咁啊，由20.08啊，20.05。咁開始慢慢上翻落嚟，俾我咧再有錢賺我都會走咗去先嘅呢只嘢，係嘛？因為其實揸 gap 啫嘛，咁、去到呢啲咁嘅位置，喂，任佢沽喎，咁你到手嘅話，你見到又冇乜買盤沽盤，同埋之前都講啦，只嘢嘅成交今日係好細啊，去到呢啲係咯，啲買盤少咗好多喎。係啊，咁擺明就嚟料㗎啦，你做捐入去嘅話，我覺得。真係90億市值，今日嚟到而家，上次都講咗成交少嘅，即係其實 controlling 好，即係好齊貨。係。咁而家講緊90億市值，都係成交得200萬，齊都唔齊啦。咁成交話曬一齊，講曬俾你聽。咁如果佢晾住喺度慢慢沽你咧，你都幾係，真係，因為佢係講緊做。講緊真係由好少好少市值升上嚟嘅，咁啊自己睇路啦。OK， 好，咁啊就小心啲啦。不過我覺得如果你係本身係，我唔知道你咪早買啊，即係有貨享受啦咁樣。咁我諗你如果你早買嘅話，你都食緊糊噶啦。係咯。咁你食緊糊嘅話，咁你仲想貪心啲，想等佢睇下有冇機會再爆嘅，你咪食半留半咯。通常都係啲咁樣嘅操作咯。係咯。係咯。剩翻嗰啲搏咯。係咯，剩翻嗰啲就搏咯。咁但係袋咗部分嘅利潤入袋先咯。係啊。
好，咁啊，跟住之後咧就有人問只503朗生醫藥，喂，呢一隻半身股嚟嘅喎，係啦，哇，都幾靚仔喎，上市到依家，咁呢只就主要就係做開發、生產、治療啲咧風濕免疫疾病嘅專科處方西藥嘅，咁就其實特別消息又冇乜喎，不過咧就見到就呢一排啲資金成交相當之大咯，真係見錢走入去咯。啊，依只正係咩咧？咁啊，其實上咗一排，上咗一段時間有零幾年上嘅，好似咁啊，去到依排開始夾上嚟啦。咁公司裏邊大把錢嘅，咁啊，當然啦，痛風就好可能。都好肯定唔係因為炒起啲醫藥嘅嘢啊，咁啊純粹齊咁夾上嚟，咁啊依只如果有錢啊係可以跟得過嘅，即係繼續夾嘅。但係當然啦，好似只啊澳星咁，如果一回咧你就要走啦。咁啊依只好齊貨，早幾日先啊睇過依只嚟503，係咯，喺邊度問嘅？好我冇睇過好出係啦，咁啊你問你都有睇啊，你叻噶啦，係啦，唔使講噶啦，你自己知點講點做，係因為唔只問咗一次啊，隻嘢都係一斤啦，係啦，好齊貨。哎呀，真係落唔到八，真係升唔到八號波。啲問題啊，下晝考慮改發一號戒備信號啊嚇，咁啊就係。所以大家冇啊，佢哋撞開咗啊！原來撞開咗，你見到個市都唔落啊，係咪啊？即係都撞開咗喎，係都擺到啦。美股跌嚇，呢一個嘅美股有美股跌，恆指有恆指喺度喺呢個嘅27400水平靠穩。好咁啊，另外咧就9960可唔可以入？康盛環球啊，係一隻半身股啊。9960可唔可以入啊？睇就暫時真係冇掂住啦，但係跌定啲先啦，因為近排嘅上市新股咧太多啊，即係如果你話喂專炒本身股嗰堆錢咧，永遠就係嗰堆，即係最玩得多就係嗰堆錢，你好難同時間 cover 十幾廿隻，總有幾隻咧係上完就算擺喺度先，咁啊依只。我想就是其中一隻啦，咁啊，暫時就咁睇個勢，其實都未跌定，咁你不如等佢定先，入去玩好過啦，因為你冇翻一兩星期睇住跌定啲咧，你隨時可能又坐下，因為通常玩半身股嘅錢都唔係為咗坐嘅，即係為咗短期爆10%走，咁睇定啲食，睇定啲先入好過。你諗住摸底，點知坐落去咁啊？你就其他機會都冇埋啦。咁就只9960都係嗰句跌定啲先，仲有好大股啊！佢係第二島做嘅嚇，即係嗰時係諗住佢係啊，即係本身股上，即係新股嘅時候上嘅時候，真係掂嘅。咁但係就甩咗碌啦，咁樣滑鐵盧啦。咁啊，暫時似乎都係真係未跌定啊。但係倒做都好多隻啦，內雪的茶好多喎，係啊，吹到上啊太空啊，上太空咁。冇啊，有地心吸力嘅，始終係啊。唉，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其實近期啲半身股都係真係唔係大，唔係隻隻得啊，即係好多都唔得啊。其實係啊，即係得嘅，我暫時睇翻咧就有隻6909咯，百得利咯。嚇咁啊，累積升幅都有成60%噶啦，其他嚟講咧，全部都係冇乜上落啊，冇乜成交啊，或者甚至係牛喺度啦，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啦嚇。即係康盛環球其實即係累計都跌咗成10%有到。另外有朋友問只寶斯龍嘅，喂 OK 喎，逆市向好啊嚇。咁不過見佢都好似一個待破嘅格局，感覺係。跌又跌唔落，系啦，咁啊升又穩位，升又好似未穿得穿咁啊，系啦。始終大市氣氛唔係咁好啦，但係依只得十幾億市值嘅，我記得咁啊，成日都同大家講啦，依只體育用品股升咁多，你買嘅風險大，不如買依只去安全啲咁樣慢慢行啦。咁啊而家講18億市值，咁都係啦，李寧係嘅，咁買翻嚟其實唔會係。即係唔會冇目的買只殼翻嚟嘅依啲人，最主要都睇到佢
本身的零售點比較多啦，就係592，咁啊會唔會結合到佢嘅服裝品牌，咁啊擺入去一齊賣咧？咁呢啲咁嘅概念，我諗喺生意模式上邊，佢絕對會諗埋噶啦。你有一個咁嘅銷售網唔會嘥嘅。咁啊，另外一 part 就係、是、佢銷售嘅價格，即係同佢嗰啲品牌咧，其實差唔多價位嘅。咁啊 ，perfect 地將兩樣嘢合埋，即係融埋一齊嘅難度唔高喎。咁啊，只592另外都係非常齊貨啦。咁我諗慢慢行上去啦，依只相對嚟講安全啲嘛，可以升，即係升得安全啲。咁啊，都係同一個睇法，冇咩太大嘅改變。係啊，你參考翻啲8032啊，佢個啊8318啊，哦，成日動向係啊係啊，呢啲咁嘅之前早段嘅走勢啦。嗯，可以俾到少少啟示大家嘅，睇翻個圖啊，似嘅都，嗯，係，咁啊592去到呢個 moment 我都覺得值得 keep 嘅，都跌唔落，係咯，似乎真係即係六毫幾子之前咧落過去早幾日啫嘛，係啦，咁啊落過去六毫六子，咁都見到有支持，咁個低位都未穿，即係仲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嚟嘅，我覺得嚇有貨可以繼續 keep 住先啦，睇下有冇機會即係。底流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只係你可以買大少少擺喺度，係七毫幾子，係啊，即係你純粹，如果你覺得你零炒股票 OK 嘅話，嗯、但係佢炒股票即大家成日覺得佢係一個體育明星啊，係佢其實賽季係即係當然我覺得唔係佢諗啦，但係佢有一班好叻嘅人幫佢，有班人幫佢，係啊，咁啊嗰班係好叻嘅真係，係咯，砌咗成個上市。旺角出嚟啊！而家炒樓又叻，炒股又唔差，咁你去邊度揾啊？咁你跟李嘉誠買只咩啊？長實生物科技定係買只592？肯定買只592啦。咁啊就其實見到只2331今日都好犀利啊！真係哇，逆市升緊1%，咁係啊！即係俾多咗你啦，已經係啊！咁你8032揸住只即係非凡中國啦，揸住只寶斯龍啦，咁暫時我覺得都係呢啲位係安全嘅，同埋都四支羊燭啦。你諗下經歷呢四支羊燭嘅個港股係走緊啲咩嘅走勢？跌成千點啊！係啊！咁而家感覺上好似恆指又想再跌咁啊！跌大了，恒生指數現在跌緊咧係121點嘅，睇下啲五十大港股先嚇，指數成分股，主要是跌邊幾隻咧？咁啊只哇吉利啊！就5.9% 嘅跌幅嘅，啊頭先人俾咗只吉利大家嘅，係啊係啊，係啊，兩隻添啊，一對嘅，咁可以留意一下啦，咁睇下會唔會真係短炒啦，諗一諗可能要繼續紅一紅佢啦，咁啊頭先俾咗只54867嘅紅證，咁同埋只牛證就51072嘅，咁雖然北水咧係咁買住啲吉利睇到嚇，咁但係就係咪可以力爭到咧，對抗得到咧啲沽壓咧咁？有啲疑問啊嚇，175好，另外仲有隻1211啦，1211都跌得好金啊，咁啊落翻去差唔多接近 day low 嘅位置，頭先係咁以彈過一彈上去209附近嘅，咁但係都無以為繼啊，跟冇乜力噶啦咁樣，咁車股我諗呢一陣嘅暫時玩完㗎啦，係啊，呢個沽壓應該我諗要睇住比亞迪可能睇先啊，200蚊嗰啲位咯。系啦，穿咗200真系唔使谂。我谂都穿啊，都几肉酸，都到啦。系啊，其实上次咧，上个星期我哋都嗌大家睇住只1211，应该怼落去啊，有圆顶啊，做咗圆顶怼落去。其实个图又好易睇噶啦，啊只1211。系。咁啊，上个星期我哋就讲，唯一一只可以睇得下咧，得翻只2333啫。系。咁啊，但系只2333都好似。開始熬腰啦，咁啊，可以 put 可唔可以 put 噶？成成堆啊，成堆都係 put 啊，2333係可以 put 啊，但係1211應該個槓桿大少少啊，係嘛？哦 ，OK， 嗱，如果 put 嘅話咧，都好多街貨，原來長氣 put 有隻1804嘅，呢隻就海通嘅，咁槓桿方面有8。
八倍到咯嚇，咁啊行使價16.68，咁啊佢依家就26.68，所以其實都比較都相當之價外嚇，係，但係即係冇乜得揀。如果唔係嘅，你就揀只16404啦，長氣 put 嘅話，咁就三倍到供幹嘅，咁啊冇咁價外啦。咁就12月尾先到期嘅，咁引伸波幅嚟講，全部都係超過60%嘅咧。咁啊自己留意一下啦，2333。係。是我想他都比較相對難對沖，嗯，是啊，踢股又賴嘢啦。其實啲錢你見到去翻港鐵啊、九倉啊，即係去翻啲避險，係真係個個都驚。我都話覺得今朝早係假嘅咁樣夾，即係唔係夾啊？唔叫夾啊，即係有得倒升，我覺得係假嘅，壓一壓嚟啊，係叫曬先，跟住再懟落嚟。係啊，佢咪就係誒頭先有個朋友仔講得好啱啊，唔夠咪抽高咯，然後出貨咯。系啊，高翻少少佢先至出貨咯。所以頂住啊！牛仔係多噶，條街就70%係牛仔喎。咁所以其實係要殺牛噶。哎呀，所以頭先我叫大家唔好咁心急買牛啊。呢排睇翻啲殼股啦，咁啊，之前有講過6928啊買殼，咁啊都有嗌大家喂。低位鬧嘅，咁啊，之前其實 keep 住有睇嘅依只，因為都係只10034後邊班人買嘅依只，咁啊，6928啊，咁最低去到2.6之後，而家爬翻上嚟升到4蚊，咁啊，睇會唔會再升高啲啦？咁而家講緊個買殼嗰個人咧，就好多頭銜嘅，其中一個咧。就有間公司搞大麻嘢，係啦，咁會擺啲咁啲草藥股啊，草藥股啊，咁啊，大家睇下啦，因為之前只10034嘅升幅都真係唔差嘅，買完之後，咁講緊由4毫子啦，我哋推介4毫子，咁最高升到2蚊，咁啊都有升咗5倍，咁即係6928啊，咁啊睇下，因為其實好齊貨喎，呢只都，咁睇下會唔會複製到啲升幅啦。但係其實一開已經10多億噶啦佢，咁啊，但係本身都一定有一個方向先會斜高只嘢嘅，大家可以諗下啦。係，自己留意下啦。冇啦，冇咩太大特別啦。1726200點啊，是越跌越深。假我都係，咁頭先我哋話假噶啦，真係請君入瓮啊！係啊，呃曬啲人啦，今次呃曬啲人啦，今朝又係。仲有啲咩？邊只啊？1725啊？1726。咁啊，1725只航天科技今日都好少咯，其實。几只豪哥几考人大事，唔系咁冇嘅，咁齐货咁都系依位暂时等突破噶啦，咁又出咗消息，即系更加明朗化噶啦只嘢。咁如果之前冇咁明朗化，就25蚊啦，明朗化咗又差唔多40蚊，咁一定会有一定嘅分别嘅。咁大家睇下啦。咁另外就1726就升咗25% 啦。之前都在低位，例如大約2毫子左右趌上嚟嘅，咁去到依位都係浪下浪下，咁睇下有啲咩方向啦。依咁嘅股票其實本身都係建築股嚟，會唔會買殼啊？定點樣咧？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啊，1024現價可唔可以入？唔好入，我哋講咗好多次啦。調翻轉反手要 put 佢。睇下依個耳鈴唔好入啊！咩價？上次講呢個價，正。如果我哋你估，即係有人聽估啊，整160蚊估嘅話，真係正。肥發咗啦你。不過衰在咧，市場上啲產品咧，啲供幹唔係好大，即係唔夠大。因為大家即係跌緊嘛，3倍左右。你輪商都知道佢跌緊啦，佢仲開咁高供幹咧。買大少少，你即係買張ticket 飛去咩啊？太空啊，而家興。係啊。20萬美金。都 OK 啊，80萬港幣啊，咁你整只輪50萬咁3倍搞掂啦，
一張你講到你講到好似好容易咁，差唔多嘛，數咁計。喂，好叻喎！頭先阿 Man Wong 話，好彩今朝冇俾佢呃到啊，平開咗，平開入咗就紅，叻叻豬啊，贏200点，恭喜曬啦！好在今朝冇俾佢呃到啊，真係。今朝仲有啲人話買翻牛廠，我真係唔夠膽啊！係咪搏唔到？係啊，搏都係啊，講。跌多400点先啦，系啦，即系就跌多少少先止噃，有啲尴尬嘅。喂，俾翻头先嗰只红，大家望先，6088啦。我会红噶嘛，我同大家讲，哇，正啊，而家30%啦已经。今日上到去6,100，同埋听轮商讲话呢只系即系系最近嘅红证嚟嘅。咁所以见到都有好多资金咧追紧入去扫佢啊。啊，咁啊，自己留意一下咯，6088紅證，系就大家睇下啦，419咁啊，419嗰種三毫子，咁啊，今日回緊3%，你冇啊？依啲其實你都要等嘅，你話購唔購？我都係嗰句啦，我自己就冇估到嘅。如果你話依啲位購唔購嘅話，我覺得係止跌回升先購嘅。即係越溝越落啦，除非你個價係好高，講緊6毫子、7毫子，我覺得跌一半，你咪反而可以諗下溝唔溝。但係如果你講緊4毫子，咁跌緊20%溝，我驚你就越溝越多啫。咁反而如果跌定行翻上去咧，你追咧可以大手追。我寧願係咁嘅操作咯，係啊。咁啊搏反彈係，即係我驚你喂。你而家咁敢3333搏反彈啦，即係你係勇士，你咁做嘅寫夠，你可以搏噶啦，你可以搏反彈啦。咁冇計喎，即係如果你 looking for 搏反彈2%，咁你不如玩其他嘢啦。就係咁咯。係啦，唔啦，呢只419又朋友問只857都唔搏，未跌定啊，嗰種感覺係等佢出嗱，因為佢咧就佢陰住咁樣跌啦。雖然即係尋日啦，同前日啦，前兩日啦嚇，咁都出翻陽燭咁，咁但係今日要見到又有翻少少裂口咁樣，即係如果用燭身去計，已經裂口咁樣跌落嚟，成交又唔係咁得嘅時候啦。即係其實都唔細啦嚇 ，keep 住個成交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去到呢啲位咧，等佢頭頭線真係。見到一支似樣的陽燭才追咯，安全一點咯。如果周線圖看過跌勢更加明顯，咁啊，係啊，哇，係啊，連跌5周咯。係啊，真係唔好太 high 到啦！依啲即係行過都冇命啊！依啲。咁周線圖嘅話，佢應該要睇個主要個位係要2.9-3蚊，2.9嗰啲。3蚊㗎啦，係啊。係啊，要跌落去，有機會跌到嗰啲位喎。係啊，如果周線圖睇嘅話，其實係行得好快添。你咪參考翻佢之前嗰啲走勢咯。如果係咁，你搏嘅話，又係嗰句啦，即係冇可能，冇理由搏住嘅，跌定啲先咯。係啊，真係要等佢有啲反彈嘅信號先至好入。即係例如佢出咗支陽燭，陽燭又大成交嘅，咁跟住係突破翻較早前嗰啲嘅個平台區嘅頂部，即係上一次升上嚟平台區嘅頂部，我諗先至適宜去即係叫做搏反彈咯。搏反彈都要有啲技巧啊。係啊。另外就蒙艾之，我係答咗你啦，係啦，419，多謝你喎。系啦，3993啊 ，Yami 问3993洛阳木业咁啊，佢系3993 ，OK。洛木啊，系咪啊？睇下点答你先，唔知你想买，应该想买啦。咁去到请问3993系啦，唔住咁啊，冇啊。如果依啲位咁啊位度。個市咁，我真係勸你唔好搞住啦。反正你係 looking for 依啲相關嘅資源股嘅話，不如睇翻只1772啦。即係有曬咁，跟翻個勢係啊，唔係話落冇唔好啊，但係有啲我覺得直播率會更加好嘅嘢存在咯，市場上邊。佢有佢始終佢因為佢嗰、那個見佢有個比較大嘅，即係佢個擴闊咗佢個 range 啊。啱啱而家係 range 嘅中間偏上嘅位置，所以其實又唔係啲特別好，即係你博上嘅話，
嗱啱啱如果玻璃加通道，佢就中間位咯，所以有啲尷尬。即係你話如果佢落翻啲，咁去翻大概可能4.12咁樣博上去，係咪抵博啲啊？有機會俾你買嘅，如果你真係中意資源股嘅話。係，但係衝穿咗中軸線落咧。你又怕它落喎，是啊，它衝穿了，所以你一定要在這個的下線買上去的。是啊，我覺得有機會穿下線的4.1咯。是啊，你一落那說的就真的去回4.1了，即所以就有其他東西選好過買它咯。你都沒理由買來捱啊，很多東西正在捱著了。而且你如果你是要儲貨，你想中線一點，你當然等買便宜貨啦。也不是他剛剛彈完之後回緊那一下買啦，其實這個環境是最不適合買的，即是買這些，沒錯，即是拿中線持有那些是最不適合的。1772我都敢搏，但是因為強勢嘛，又另作別論啦。Exactly，所以我覺得保守一點啦，是啊，可以，但是自己make個decision啦。是1209貼貨，有位朋友問他說他是大跌前景可不可以入，哦，即是你沒有貨，剛剛又是中軸咯，有玻璃加通道是中軸咯，真的不要博住，即是如果你說緊這樣的時勢，啲咩突然間恒大真係賴嘢，啲內房股肯定短期會有少少被衝擊。咁啊，我自己保守啲咯，即係盡量牽涉到依咁板塊就唔好太投入住啦。咁同埋當然佢有好多好消息彈出嚟啊，但係你見到佢走勢都即係 high 到55蚊回嗰下都幾急噶。今日跌落嚟都幾大成交。係啊，呢一棍陰足，成交好大。昨天都有陰足，但是現在說10:30它已經跟昨天的成交一樣大，所以要小心，我覺得都是不適宜，保守一點這陣子，保守一點，要儲多一點 cash， 見美股這樣，個個都拿著 cash 先，2878就正門了。升翻啲啦，今日4%左右，咁都係嗰句啦，跌定咗之後可以搏翻上去嘅，依只我覺得。晶片未炒完嘅，咁之前1蚊嗰陣時咁樣講，一定會升翻上去，一定過1蚊。而家我覺得都係抱住同一個態度，咁啊都係未炒完，咁啊翻上1蚊，再挑戰翻之前嘅高位啊，有可能。咁啊點？依只嘢做係個 market cap 做係唔算大啊，咁啊，我覺得佢幾日向下咧，嗰個成交咧都唔係好誇張，係啦，跌落嚟係跌咗噶啦咁樣。咁如果你睇翻咧，佢而家啱啱咧就保利加通道下線嘅位置，嗱呢只就相對底薄啲啦。係啦，依只係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冇貨享受博反彈嘅話咧，咁呢一隻就比起頭先咩3993啊，好多419啊，係咪頭先嗰扎咧都857啊呢啲都底薄啲啦，係啊。咁同埋不過就嗱今日同埋今日都見咗支陽燭啦。係啦，感覺上就唔係差得咁交關，佢冇穿到睇先。如果前位嘅話，係咯，佢都啱啱企翻穩喺條50天線上面。係。係咯，咁不過就10天線同20天線係耷咗頭㗎啦，但係錢啊似乎真係唔係話要沽佢好多。係啊。睇下排盤先。好齊，即係好 support。係啊係咯。支持都幾多。頂得住咯。頂得住啦，21億市值，都係嗰句啦，老闆都要發達㗎，你俾佢炒下啦。你俾佢行下啦。細細只咁樣，2878應該都唔會太差嘅。係，條數一定好啦。晶片的 trading 去做，係，同埋真係跌咗落嚟，咁可以搏下反彈嘅。如果你再驚啲嘅，你咪等佢聽日出多一日慢啲，係咯，睇多日咯，2878咯。好，咁啊就10:30咯，好快嘅時間，好報翻恆指先。咁啊，做緊27431點嘅，跌緊58點，成交有438億啊。咁啊，如果大家中意我哋片，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 同埋 comment。follow 埋我哋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啦，咁喺右下角有 TG Group
咁我 scan 咗之後咧，心妍咧就會幫你啊 arrange 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係啊，咁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嚟開始睇真啲。好，拜拜。